6月25日，一段爱着舒华在粉丝签售会上的录像流传开来。在视频中，一名男粉丝问舒华能否说出他提出的每个女团中他最喜欢的成员，舒华表示同意。很快，这位粉丝就开始列出了几个团体，第一个提到的是 BLACKPINK， 舒华纠结了一下说道是 ROSÉ。 aespa 中，舒华选择了宁宁。当粉丝说到 EZ 时，舒华尖叫地思考了一会儿，选择了 LIA。 看来舒华很喜欢实力派歌手。粉丝随后也提到了 NMIX， 舒华毫不犹豫地说出了海源。而当被问及 New Jeans 时，舒华告诉粉丝全部是团粉全都喜欢。而当提到新人女团 Baby Monster 时，舒华坦言她还不太熟悉这个团体。最后粉丝在即将通话结束时说到 TWICE， 舒华也是迅速说出子瑜的名字，闺蜜感情不言而喻。爱豆韩社美儿姐说最新韩语，欢迎你赞和订阅哦。